来往下看。郑泽涛，恭喜你一下，让亚洲纪录提高了0.57秒。谢谢谢谢。这次今天表现，自己非常满意，也是非常期待。自己之前也说过要破48秒，我觉得我今天做到了，流泪非常好。你之前一直在跟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比，那你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今年是排在世界最好第3的成绩。对，目前这个成绩自己是非常满意的，47秒70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，让我往以后道路奠定了基础。那你昨天晚上游完，其实你说有点疲惫，有点酸痛，那今天比赛没有什么影响是吗？一场场拼，一场场去游吧，因为我们有明天还有比赛项目嘛，所以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之前一直都说你的目标是48秒，你现在已经实现了，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多少？当然是能将成绩游到47秒5以内啊。对，这次不是47秒7吗？当然希望往上有提高，然后能在真正的世界舞台上把这个成绩游出来。47秒5，你希望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？当然是希望在明年世锦赛吧，能把这个成绩游到。加油。